糖醋排骨，这个颜色好正，比我之前做的好看。就用的那个小店里面的海天糖醋制作的，真好吃。退货，吃不动。那这个汤拌饭好吃。嗯，他炒的饭好好吃，蛋多饭少，那锅巴饭上面都有锅巴了，吃起来外面脆脆的，里边糯糯的，特别有味儿。
鸡蛋里面放了料。这个锅是不挑灶的，只要明火烧或者是电磁炉都可以用。好多锅巴，今天吃鸡杂，哇，这个鸡蛋真好吃，好香。
辣蒸。继续。这是一个鹅肝。这个。